要怕，勇敢！哟，脚扑，再来！哎呀，哟，脚扑，再来！扑球特训班！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好了，教练你要休息了吗？教练，他们说要打三把，我没有办法。他是赌了多少钱给你啊？大哥说要打三把，我们就打三把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来，大哥都这样说了，那肯定要多打几把。你是不是在开黄腔？为什么会有几把？什么？哪有乱讲？我们这台童叟无欺哦。南开高热，爽就站起来啦！啊，你要他你要玩越野、啊？你要玩什么？你要玩什么？我当然是玩传奇木，我要来扑球啊！啊，你扑失败就俯卧撑哦。我扑失败就三下俯卧撑，空扑一次就三下俯卧撑。好，那我知道该玩些什么了。干哇！那是要把长音编掉，不然会被选走啊。对对对，编长音，编长音，先编。可是对面会选啊？不会，那么有钱，你以为他们每个都出资百万哦？确实确实。哎、欸，什么捡球脚？捡球脚哪轮得到你？真的。老子来扑球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他如果把你那个掉下去的球捡起来，这样算你漏扑吗？啊，这样子哦，这样不算吧？这样应该不算吧？算吧，这样算吗？你可以秒扑呢，啊，他又不能秒扑，不要这样对我吧，大佬。你要扛责任啊，我们讲究的是逻辑啊。好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来，今天就做到手酸。好啊，算就算，来，我他妈秒扑，不要怕。哎、欸，干，我好像要先带个那个什么、欸，哎，带个什么飞身捡球什么小的、欸，哎，干，我觉得会出事、欸，哎。你谁？来，谢谢移工的170块。哇，我们这边这台有移工了、欸，哎，糟了、欸，越南移工哦。对，真的、欸，好像有移工来了、欸，你可以吸引到别国粉丝哦。那天白天不天，那你这个斜的靠腰哦。我预测21下，乱讲，一下都不会有啦。看好了，每失败一球就扑就一下了。妈的，小黑想捡我的球，门都没有。咦、有嘛？来来，准备去打去打。嘿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我用捡的。这是我的临场判断，判断说用捡的就可以不用扑。OK OK， 不要怕，勇敢！哟，脚扑，再来！哎呀，哟，脚扑，再来！扑球特训班！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好像很能扑哦！拜托，扑球小神童，没有在跟你五四三的哎！哎，好好好，再来！勇敢攻框，兄弟，不要怕！来了，我专业的。哇哦！哇，人生最会扑球的时刻哎，老哥，好像很会扑哎。哇！好爽好爽，他猴子玩的好开心。干，好开心哎！来，我捡烂，捡出信心了。哎呦！呼呼！吊扑，小心小心，有畜生在挖球，有畜生。有了吗？得分啊！在干嘛、啊？对面好爽啊！好像在虐菜还是怎样、欸？哎，哎呦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我刚如果跳不出去帮你补，会补得到吗？应该有办法。马萨卡，哦，有机会哦。哎，不要怕，来。啊！干，恐怖一球，击败三下。不可能吧？有咯，好，去，老哥去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一直打外线啊？你打外线，我这样不能扑球啊！呀！哇哦，干，传错人！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传错人了啦！哦，他那个扑球真的讨厌，被拉开了啦！那个扑球很讨厌啦！他那个扑球传要设计成那样传球，我就觉得……哎、欸，你那个去攻框，去攻框。去，不要怕！再攻了！有了嘛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才累积3下而已，这个扑球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啊！出事了！不会啦，安啦，稳啦，我们这边有超联亚军教练，怎么输？除非对面有外挂哦。干！有点奇怪、啊。哎，我又倒了。这样能倒了？啊！哎呦喂、哎！哎呀，糟了，好像要出事了、欸！输了，要出事了，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！要带，好像要被戳下来。
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们守一球啦。超联亚军教练在这边，我们蓬荜生辉，输不了。除非他这球三分再进。确实。不会啦，不可能。看这个就是啊，靠腰啊！哎，干这样会被抢走哦！啊，弥补了。去！好，好啊，好啊。捡了，捡了，防守啊！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守守。输不了，输不了。暂停。啊！又盖！哇，牛逼啊，牛啊！啊！啊！哎，为什么这个没给我啊？太外面了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四十三秒还有时间，也还有点压力。哎呀，二点补不到、啊，我应该屌拆，糟了，糟啦，老哥，好像要输了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那么简单的。哎，这个这个没有扑不算。我倒了，那个篮板球很关键。糟了，在拖时间了，拖时间了，他们在拖时间了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怎么是这种球？哎，妈的金 C！ 好了，六下六下，我们累积六下。可以啦，这把这样子还算可以的、啊，六下而已，可以嘛？六下没毛病。好啦，教练你要休息了吗？教练、啊，他们说要打三把，我没有办法、哎。他是赌了多少钱给你啊？大哥说要打三把，我们就打三把。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来，大哥都这样说了，那肯定要多打几把。你是不是在开黄腔？为什么会有几把？什么？哪有乱讲？我们这台童叟无欺哦。讲话怪怪的。我们这台的年龄层都是很零两老七迈。哎呦，这个 ID 很凶哎、欸！花主播，你会弹舌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不离的班底软软你。啊，我如果会弹舌，现在应该就有老婆喽。稳了吧，这一把这个空间阵到底怎么输？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如果是空间阵的话，我应该用救世主吧？哎、欸，救世主我记得也能扑啊。救世主可以，但是他的那个扑就不够帅啊。而救世主扑比那个扑还要强吗？是没有、欸，我觉得还好、欸、我觉得没有那么强。所以花教练，我们这一次冠军杯要不要一起报啊？我们三个那个 YT 三本柱去报一个啊 ？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吃了吃了吃了，好像可以吃一下哎、欸。我从那个外围赛直接杀到那个小组赛，好想看看武藤游戏到底是怎么用看的盖猴子哦。确实，偷学一下，真的哎、欸有了。有哎、欸，有了嘛？哎、欸，体力不足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空间阵我扑不了球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面肯定是外挂啦，肯定是外挂。两个都反应到了，但没给，游戏的问题。好好。有呗、欸，肯定是没进。哎、欸，进了、哦，第一球就进哦。你有九绝吗？没有吧？我有阻止哦。哦，确实。哎、欸，看哇！哎呦，鬼片，有东西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不愧是超联。那我也来骗一下，我们未来的对手，好吧？骗一下，骗一下！哎呀，怪招！哎、欸，靠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自己抢，自己抢。骗一下，嘿嘿！哎、欸，怎么都没进啊，老哥？哎、欸，对面有老三井，哎，怎么办？花教练，要不要盖一下？这个 T 零角你可以盖吗？要开光，要开光了，要开光了。啊开光是投不出去的，你要确定呢、欸？哎呦，嘿，鬼扑，呜呼，还好，差点就多三下了，对，不会吧？有嘛？看不到，哇哦，有。干李良老奇麦不错哦。哎呦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太胖了啦，推不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靠赛！哇，这就是超联亚军教练的实力吗？我们本川说这是实力哦。基本功，好像有人在凑哎、欸，他还没有，他整场不开大哎、欸，他是认真的吗？真的，他都不开大、欸，我也在等他、欸。他已经那个了哎、欸，他已经剩二十八秒了哎、欸。
不是，他怎么给我？哎、欸，还有进啊，有氪金啦，有氪金啦，有氪有差啦，氪金啦，有氪金。他正常都没开大哎、欸，这么屌啊，正常点还不开，开了开了开了，跟你很久了，老哥，队长，我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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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他人别管了，该死该死该死，臭他！欸、看不是哎、欸，这三井，这三井在搞啥、啊？那你看，要真正的三分球。哎、欸，哇，有扑到有扑到，哎呦哎呦，哇，哎、欸，干好帅哦！我反应到了，干，你是啊，好牛，看到人，靠腰那是赛道的吧？乱讲，我反应到了好不好？不哟，哇，主播今天可以下班了哎、欸，牛哎、欸，刚好。好吧、啊，好吧、啊，好吧、啊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啊，你继续去那个越南教学吧，好休息了。晚安，晚安，花教练，晚安，晚安。